哎，陈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咱来介绍你的公益之路。这安尼是一个真漫长的路啦，吼、哦，就是我今年73虚岁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应该是15、16岁啊，初中都毕业，啊，就入去迄阵啊，台湾应该日本时代就发现这个玉的矿藏。但是无去采用这个玉啊的制作，吼、哦，摕来制作做水的物件，普通拢是甲台湾玉啊共生的石米，吼、哦，开采了做军事用途，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都已经发现台湾的花莲那边有玉啊，啊，我迄阵是第一代的，台湾已经发现玉啊，啊，要甲商业用途的时阵，都引进。日本的资金、台湾的资金，吼，啊，加香港的技术，啊，来开一个做中国宝石公司。因公司当咧筹备的时候，我就入去啊啦，系啦，吼，哎，啊，若要讲入去的头一天，迄个故事，照讲嘛真趣味啊。就是讲入去伊一块石啊，200几公斤，啊，就跨涂骹，吼，跨涂骹，啊，阮就坐过伊啊。啊，一个我一个早起去，啊，我还佫一个同事是下晡入来，吼、哦，啊，阮嘛是爱找工课翻做啊，开始学西啊，迄阵是用铁线吼，甲白做钉子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运金光刷，金光刷甲浇水甲膏的三个面顶，搭抹着着，啊，怎安尼直直去来回两个人对。对齐安尼，迄块石头200几公斤，佮变怪佮齐安尼啊吼，隆重计数无胖高半个以上啦，无个计正确个啊计算时间高半个以上，也无啥会断啦，因为迄个字落迄个铁线是会翘翘吼，哎、伊就变做内底敢若一个粗敢若形安尼啊，要佮计个断安尼会使，到尾怎用个钱个怎啊钱断？安尼，迄阵拢无计板，无大块计板的时阵，都是用古早的方法吼，去锯就好啊，去摩擦的对。嘿，金光刷，我咱刷在面顶迄个刷。但是老师，你阵那跟叶家来做学徒？迄阵是呢，不，我当唔咯，算家境也歹吼，啊，无想要升学啦，吼，啊，就去，阮阿兄就伫报纸看到讲。这雕刻练习生啦，哦，雕刻练习生是讲，哎呀，这样呢，你家你爱画图哈，真会下咧，哦，我记那了都国校5年，我就参加全国美术比赛得第一名，所以你当有天分的对，应该有迄个天资啦，哦，啊，那安呢会画，伊家找这雕刻练习生，啊，都多报纸都看到，啊，去人就采用啊，哈，迄阵大个嘛。迄百业拢真兴盛的时阵，拄得要开始啦。民国50几年，安尼学落，学超两年外吼，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师傅吼，香港的师傅都转去啊。伊算无要甲你讲3-4个月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搁倒啊无偌久，我超学拢共无到3年吼、哦，我就无师傅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就出来外口做啊。安尼一路吼，上头换过一两间的工厂啦，吼、哦，有诶真细间，规模真小，啊，有诶较大间，到尾固定一个来到一间啊，做木太行，木太行了后，就差不多我就变做师傅头啊，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做兵前，啊做兵转来我去做一年，做兵转来我随时就去读护林美工，吼、哦、啊都安尼。安尼直直做，直直做，直直做，做拢伫业界诶领域内底。爱阵是做业界雕刻，嘿，雕刻，无咧做研磨，研磨迄比较较简单，技术诶战术较简单一丝啊。啊，所以我拢咧做雕刻。爱阵雕刻诶一寡传统图案，差不多有虾米？哦，迄阵吼，也无思考哩，什么要创新啥，还是讲要学功夫啊？啊，阮头家木太行诶头家吼，啊做。谢明禄先生啦，哦，伊伫中山北路个艺品店，迄阵啊美军顾问团了伫遐，哦，啊，所以遐生意袂歹，拢伫中山北路迄沿路拢艺品店，啊，我是其中
住其中一间啊呢。伊个店头内底有象牙、有木雕、有啥，拢是遐立体形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呐看介意搭一项，那家己不要做，我就甲借来摕来模仿模仿。嘿嘿，其实家己有这个美术的诶，迄款天资吼，模仿就用真成，吼、哦，百分之百，卖讲95%一定有诶。哦啊、所以安尼按功夫是安尼慢慢啊学学学，啊慢慢啊头家嘛，互你去磨练技术，安尼啊慢慢薪水嘛调整，哦安尼做来，到迄阵的时阵，可能是台湾真发展的时阵，开始真发展的时阵。啊，迄阵雕刻是拢较大件摆件，还是迄个身上的佩戴？佩戴的较少。拢做摆件较济，哦，拢大个片了，拢安尼有也是大些啦，大些些。啊，因为叶啊，一限制嘛是真大啦，就是讲有壁啦，啊有凹点啦，有臭坑啦，啥遐拢爱劈开啊。哦，啊，但叶啊伊个思考吼，伊是爱包大建重啦，包伊个保留伊个大，啊建着伊个重吼，保大建重吼。伊安尼个思维就是要爱惜材料啦。哦，就是讲，即个偌大的材料，我就来做偌大的设计安尼。所以刻落去了，买都哪做哪改对不？哎，买的，那做落去有一寡瑕疵嘛，是爱改嘛。你若讲，咱该整理做一个诶发展哈、哦，就是讲上头是局限对不？哈、哦，啊，再创造，因为局限有些限制嘛，哈、哦，啊，你再进来底去创造对不？哦，啊，再。即真完美嘅，吼、哦、吼，创作了佫应变，对不？吼、哦，你中间一定会变化嘅，吼、哦，有嘅变，有嘅当年，有嘅啥，如果修改应变了，再佫制作佮隆重完成，啊，定安尼四个过程就对啦。啊，你是差不多到几岁，佮家己出来做，家己做头家？我啊，做兵当来一年，我佫等于原公司大，吼、哦。啊，住一年了后，我就想讲，哎，我家己爱出来，我若直接大风车，总是较无通真。虽然我迄阵是做师傅头，规间工厂的师傅头，但是我若是讲卖风车，迄阵啊，大家拢可能有创业的诶迄款冲动啦，吼。哎，迄阵都安尼出来嘛，真顺势，工课就开始接袂离啊啦。哦，就是讲我这个一生。我这学业诶56年诶中间吼，毋捌无工课啊，吼毋捌讲对危机啥物啊，因为我可能嘛算较上进啦吼，追求物件诶进步啦吼，物件造型啦，物件到尾要爱诶新闻啦啥，迄拢是我兴趣诶工课对。啊！你以前做个上辈是嘛有人摕石头互你刻吼？哎，对，上头因为伊这较安稳啦，吼、哦、石头划刻的时阵，我就照常个想吼。你着代工着对。哎呀，爱代工伊拢一种考验嘛，吼、哦，伊无啥共款的石头，各色各类的石头，宝石的类的嘛拢摕来嘛。啊你念的，你爱个刻安尼念的，如果要求是较西方化，你着个刻西方。啊，爱固定的就结固定的，是安尼嘛？一种考验啊。不过安尼是，唔是讲啊，咱咧伫趁钱方面来讲吼，无比家己买材料刻刻的再来卖较好啦。因为工就是工钱尔。哦啊，但是我追求的唔是讲要累积安那吼，这个金钱挂。哦，我这啥，我是干那追求我的技术，我的变化呢，安尼是伊俩。反正就是一个技术追求的过程啊，人去考验嘛。啊，后尾慢慢就是家己看家己喜欢的石头嘛。啊，看家己喜欢的时候，拢无机会啦，大家拢捡石头来啦。哦，我即马嘿，我即马家己的保险箱内底嘛是要有人诶，一二十年前摕来石头，还要工作。哦，安尼真歹势，啊，但是就是念伊无用，这念无用，迄啊念伊想爱伊都无咧管啊，就转一直坑。啊，你后尾是安那？来到德山。我是安尼吼，我伫台北吼，阮兄弟啊做生意失败，啊，阮兄弟啊感情真好，因为阮都无爸母啊，啊感情真好，我都厝啦啥拢替分开啊，啊厝嘛，还去抵押啦，啥去借钱啊呢？
结果因失败啦，啊，我就去，算讲去小可拖累着吼，啊，拖累着拄个朋友咧招讲，无你倒来代驾啦，嘿啦，倒来代驾，啊，代驾嘛，迄个人做，甲我做一年吼，等于大家拢出一丝仔本钱，因为阮这拢用技术为主的，唔是设备为主的物件，嘿啦，啊，就做一年，讲迄个人做失踪去啦。伊咧做台迄个中学嘅体育老师，啊真活泼吼，啊就算讲家己也做生意兼做生意安尼啦，嘿，啊煞无转来，啊无转来嘛无法度，我就离开遐，吼，吼怎人怎人间蒸发的，啊就欠少一款吼，嘛无嘛无，唔知是身躯炸贵重嘅物件去用做掉嘅先咯，嗯，反正人都无去，啊即马我就搁转来德山啦。哦，伫大家各等来德山，我伫台北就住26年嘛，啊，大家住1年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德山就开始住啊咯。拄好我的技术吼，因为咱伫业界吼，就是讲你有迄个研究精神啊啥的吼，拢会带来你的一挂反馈啦，吼，就是讲你若是个性上的安尼，所以我迄阵。发明一种水晶吼音雕的技术啦，吼音雕用机器成咧印过安尼吼，啊超音波的机器，迄阵超音波拢摕来落空，但是我甲摕来用做模啊个粘咧吼，啊震动吼，甲印落安尼，啊头前看水晶嘛，水晶都透明，头前看到一个实体心灵伫底啊迄啦。音雕，嘿，音雕，这边音雕吼。啊，甲变过来，你挂的时阵挂呢，变过来，内底就一身佛像啦，一身浮出来的对。无伫内底，伫内底藏伫内底，啊，你头前看起来是正的对啦。你就是为后壁刻的对。哎，到后壁，啊，因为是超音波的技术，迄阵台湾较有大量的吼，发展较大台的，迄个power较大啊，怎利用安尼吼，变做机器化，天然水晶无唔对，机器化甲拍一个。形体啊，产量就我就增加嘛，速度无变紧来讲，请济人就我就替你到做啊，机器嘛，迄、那个模啊本身是因为我家己有迄个精密的技术，刻迄个模啊底啦，迄、那个模啊是拢我做，一手我做，你家己开模就对了吼，系啦，哦，因为你都有迄个技巧嘛，吼、哦，迄个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嘛，小可经济较稳定。哦，就是讲，伫较早迄个，阮兄弟啊拖累的中间吼，念的都行出来吼。比如讲，伫5年、10年中间都行出来，啊慢慢都有一挂积蓄啊啥安尼。哦啊，换遮个学生吼，因为我拢招遮学生来到合租啦，吼，哎啦，啊遮学生伊讲，哎呀，你个老师你忘不了你的创造的之路吼。归去，你做生意赚钱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！啊你若想要去创造，啊，阮大家拢虽然家己要出来做安尼啦，哦，因学生嘛是安尼，伊个嘛迄个心愿，跟你合作一段时间，就想要家己出来独立，嘿，要拆开啊！我安尼，我就开始搬转去，我的小半天吼、哦，就是六国的小半天的迄个砖头吼，阮、哦、太太的故乡去买一块地，啊，搭一间厝。吼、哦，啊，底下工作，可能底下一个20年都过过啊。啊，这间厝是地当后来才起啊呢。哦，来这嘛，差不多是要20年啊。嗯，啊，底下可能住起来10多年啊。哎，安尼听起来一路拢真顺利啊。算算呢，那里赚钱，我们无赚真济钱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但是。应该拢欠用，嘛是咱家己欠用，也不是技术无法度赚到钱安尼，系啦，啊，后尾老师你安怎去个接触到其他的食材，包括石雕甲茶雕？石雕是工艺研究中心吼，迄阵啊做工艺所，那个台湾工艺研究所吼，啊，内底的师傅请我去教玉雕，吼、哦，算讲。因无业雕这个技术，因就拢刻就老呢。伊是讲，台湾遮个哪有这款业啊？啊，佫已经这么成熟啊，唔惊。因其实伊唔知啦，因国家单位唔知。
因为是安那啦，因为我这个产业吼，敢那是外销啦，还是内销拢真畅旺吼，真畅旺的时阵吼，拢无咧想着甲官方有啥连接啦。那我家己做，我家己就做。趁钱就趁袂富啊！吼，要去找官员。啊，尾啊，因为我搬来增加一时间台北的迄资源，我咯小较转去啊。啊，因都捌我了，啊，请我去咧教。去教啊！连续教两年学生啦，啊，过尾啊，过几几年，过请我去教咧啦，哎，哦，啊，就是要推广玉雕的技术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因为因咧做的是石雕的无，我感觉安尼嘛真趣味啦。哦，你得加减看。因老师因家己毛作品啦，吼，啊，一个做林文良，啊，一个做柯庆红，哎。AI 做的两下风格嘛拢无同，啊，看起来迄技术对阮来讲就简单，因为阮较专业啊，吼，所以讲阮伫咧处理石头的迄个精密度啦啥，阮迄个专业知识较济啦，吼，比国家研究单位可能要较深入就对。啊，尾仔阮就是讲，无学生来咧做吼，一排伫遐咧做，啊，我就苦的涂骹吼，甲摕一粒石啊，摕来切看嘛，吐石头。小小石头，我想这石头咯，比较啊，比较软嘞。结果我可能一两点钟就把作品做好啊啦，就一件作品啦。因嘛看到讲，你这作品风格嘛，佮跟无同，因为叶啊带来迄个属性吼，属于是练磨的方式，就是用架、用链的方式，用车就对啦。吼，你用针啊卡迄个啊，直接撞击呢，对无？哦，啊！你用车迄个刻叶个方式啦，我讲迄个记者嘛，安尼撸安尼撸安尼嘛是来回往复安尼个撸个破坏，叫我来个叶啊记落安尼。这个原理就是用车叶个一贯七八千年前伫个中国诶文明内底吼，都有出现啦。啊，咱台湾嘛，白人文化嘛，接啊将近四千年嘛是有迄个物件嘛，因为原住民较早都要做啊。那个技术安那交流，咱都唔知道哦。到底是伊去学，还是家己发展出来？咱都唔知道。四千年前还久。我讲这个用车的方式吼，怎摕来做石头对嘛吼？啊，石头唔着真轻易，啊，佫唔免精密的抛光，啊嘛唔免讲针对迄个石啊的形体吼去设计。啊，但是我因为玉啊带来的思考的发展吼，我改袂过我就接完之后，就照这安尼设计，吼，这个大，甲这个大小，吼，啊，甲这个重量，吼，我嘛为了原则甲下起来，所以就利用天然的外皮，吼，去做物件，比如外皮呐，先接啥，啊，我就差不多这个点缀一个，吼，我可能这个天然的占七分，啊，我家己做三分好吧？三分，吼，安尼嘛真趣味啦，安尼就是伫玉雕的领域内底吼，较早的人无用叶啊的技术来做石头，吼啊，变作这个先辈些嘛，无人开拓这条路。啊，我用这个天然的形体啊，玉雕的技术，吼，完全拢用玉雕的技师就对啦，吼，来做出一种真趣味的石头的一种形式就对啦，安尼直行愈行愈趣味啊，像我这材料放宜啊。量体有当啊嘛真大啊，石头较俗了就，嘿，真俗啊！啊，时间嘛较容易耍，哦，啊免喷金，啊免啥，准喷金嘛初级阶段诶处理就好啊。免那油工啊，免啊喷噶呢，用喷的时间爱遐久啊呢，我因为我要追求艺术的变化，我唔免去追求迄个工序的繁杂吼，迄款诶去遐推迄个功夫啊，所以就自然就转变。做石头，做我创造的大宗啦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那叶甲雕来做石雕，相对就较简单一撮。算伊较松软，较软。啊，石头会甲做较粗犷嘛？会使。啊，不过我的个人的技术背景吼，佫无行粗犷迄条路啊。就是讲我的技术咧带住我的形式吼，会变决定我的形式。啊，不过人看了讲啊，这应该是什么人做的安尼吼？小块带有你这块技术的诶优点，还是讲你的技术缩白条的迄个形式安尼行？
所以你嘛赶快提石头来自我挑战就对了。哎，石头刚接上做做啊，石头做做真济，千几伊个外形，还是伊扣来是什么形，我就照安尼设计安尼啦。哦，拢是超安尼较济啦。袂硬去它盖的。哎，袂去讲提一块四角角下一个石啊，切一帮石啊来做安尼啊，真少真少安尼，啊，后尾个插雕，插雕就完全无同啊。嘿，啊，插雕是安怎吼？插雕是讲，我有当兴趣材料的收集吼，啊，人也有当时有迄个机会要卖我吼，啊，我就甲卖起，啊，卖起来总是想想嘛爱利用啊，甲这个年岁，拢是讲真济物件嘛，黑的嘛是藏下个，啊，就来甲刻，吼，吼，啊，做插器是另外一方面啦，吼，插器是因为。要增加伊个石头的颜色吼，变乌的你就乌的了。你若有法度可以有颜色落去，安尼嘛真趣味啊！哎，嘛算讲要来融合看嘛呢？安尼阿妈去学漆器啊学吼，啊木雕啊做，啊玉雕啊做，石雕啊做哦，这样的。哎，啊甚至我加减嘛画图，哦，因为我艺术的目的，我那是好耍安尼吼，啊是好表现，我就甲做安尼啦。哦，啊当然。看起来是各项家咧拢加减有涉猎啦吼，啊甚至多买菜吼，这项物件甲彼项安尼翕嘛。啊，听起来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收入一路拢较顺利吼，所以即马创作会当随心所欲对无？较无经济压力。即马来吼，因为左手多伫这两年啊拢个死掉了吼，因为进入七十几岁啊嘛吼，都做加班的。啊，开始作品的初批嘛，拢啊家咧做。事业嘛，爱拢爱家己做，啊，但是作品的掌控性是100%是你家己做的，吼、哦，伊的成果吼，应该袂较歹，是产量较慢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渐渐因为体力的关系，真济大仙的啥的吼，那你无助手的中间边无人，我拢无在演，啊，有少年的。啊，就是想讲，甲左手甲撕掉了后，我家己有一个自由啦。哦，啊，个我的阶段性，我慢慢去追求足济作品啊，我就甲物件做好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无啊，那大项较未做，我做较细项的算安尼。啊，目睭较歹，我做艺术性吼，无一定做真油啊，真滴唔免安尼啊。哦。老师，你差不多四五十岁，差不多迄个中年转折迄阵呢，敢会希望有囡仔在你传承技术？因为囡仔拢在读册去啊嘛，吼，读册啊，读研究所，读去啊，为做护士，下到做护理师去啊，所以这两个原来拢无去甲想到讲安那个栽培啦，想讲这做工课啊，你若毋是天生足爱囡仔的时阵表现较足爱画图的，足爱追求遮的物件啊，所以。都无啊！但是到尾啊，这几年我有甲叫来训练吼。我迄个公益三房一个艺术，就是就私塾了对啦吼。我拢免费的教学生啦，啊，一礼拜一工，啊，迄个五路的学生拢会来吼，要台北也好，高雄也好，拢会来。啊，我甲安插阮查囝两个查囝伫咧两期中间拢学啦，啊！不过我看看诶，吼，因为这安尼一礼拜一工一年嘛，才五十几工。上班吼。迄学无物件，哦，咱较早个三当四个月，迄是逐工安尼做诶。逐工练啊，嘿。哦，甚至也无啥礼拜日啦，对无，嘛是安尼做啊。好，但是你若查某囝真正有兴趣要做，以这个女性先天的迄个限制，是毋是？甲你做诶物件都一定有差别。诶，我有学生吼，出去外口咧做诶。我甚至鼓励讲，你要学传统的物件，你可能要拍入去，你可能一二十年，哦，所以讲传统要熟练起来，啊，么观音啦、关公啦、遐花香啦、啥尼姑啦、什么遐，吼啊，刻什么物件，刻起来古早表现迄个题材、迄个传统吼，你可能上少一二十年，但是我叫伊讲，行出家己的新路啦。就是讲，你利用这个技术，啊，无你看欧洲、美国，还是日本吼，因遐玻璃处理的专家，因做的物件是安那，伊绝对无做你中国这个形式啦。啊，人伊嘛是有在卖啊，人伊是指世界性的，用世界性的语言来处理伊的物件。哦，你就行这款路，
啊，你呐，你本人创新呢，就是你变做咱台湾的创新就对了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一百年后无你讲你这物件虽然是创新的嘛，是变做传统啊嘞，对不？变做台湾的传统，我是鼓励伊安尼做啦。啊，安尼嘛较顺利啦，啊，无你大陆迄个真熟练的诶师傅吼，因为中国是爱玉爱民族，对，工匠都多，工匠都多，高人真多。哦，啊你袂使行这款路，你若要行这，哦，像阮是啦，阮这代是啦，特别少的，都是拢竞争，特别过这个竞争嘛，激烈的竞争，工资啊啥拢继续烧的嘛。街道嘿啦，咱做一工，迄阵啊，吼，咱做一工的工钱都因遐一个月都领袂够嘞啊，对不？吼，啊当然即摆渐渐都接近，啊，不过因渐一挂工务人伊个。离开啊，吼、哦，离开因的工价悬啊，吼，啊有的学半上路的就离开啊，因慢慢卖面临着咱台湾人的工务人呢，咱即卖问题的，嘿啦，短暂的迄个危机啦。好，谢谢陈老师。